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。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。王禅老祖上界神王慈悲明世公我开始有定力。各位神弟兄，阿弥陀佛。王禅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。王禅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，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，弘法利生，利人利天为宗旨，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，帮助了不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，解除烦恼，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，为民祈福。今日节目中再次邀请到圆福讲师来跟咱做分享，咱来欢迎圆福讲师。你好，圆子法师好，全省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圆福讲师，是师父传法吼，一再跟咱强调啦，门前金，厝四娘，一直跟咱讲这个大门的重要性，影响到咱厝内底大大小小的平安呐，影响到讲啊公司工厂营运啊吼，这个问题啦非常重要。那么咱是不是讲啊有信众啦？因为这个大门的问题，你有去家己服务，会用来甲大家做分享的。哦，好 ，OK。咱最近嘛要拄到一个案例，就是讲一个信众伊咧开迄个木材行，吼，伊个工厂是坐西向东吼，新山以向啦，吼，新山一向，伊个大门咧，即个伊个大门是坐西北向东南吼，变出山新向，吼，一个是天元，一个变地元，吼，即种个。伊迄个出山新娘，佮迄个挖山料，迄个挖田，吼，挖田的一部分啊，变作就田地不高，吼，田地不高，结果即个信众哦，即可能是福报问题啦，吼，伊一开始咧起的时中间，吼，即大门叫来砍，原来要砍的方向，佮内底方向竟然起走去，唔知影，佮把佮起起来安尼啊。结果就变成两个角度，吼，结果造成咱这个信众哦，伊伫遐做头10几年吼，平均一年了头100万，即卖15年了头1500万，吼，都一个天地不高啊，这个现象安尼。咱这个信众伊是咧做疗茶，吼，拢研磨一种茶安尼吼，这种疗茶师咧讲就讲，因为你若山顶这种老茶吼。咱伫遐做买卖，嘛是敢那咧贩卖人口啦，吼，因为迄有山神，有土地，咱爱甲超度安尼，爱甲拜拜安尼，吼，啊，佮伊较早，即讲伊较早是咧，迄种啥分装厂，吼，所以即个所在较早就较无啊清气想安尼，吼，造成咱即个信众踮咧遮吼，紧做紧了，紧做紧了安尼，吼，尾啊，我甲看看伊安尼，我甲建议讲，大门爱拆掉。顶盖过，哦，啊，过来讲伊个火平吼，火平一栋厝嘛足悬个，
啊，比如伊本身工地头四楼悬，啊隔壁一间，徛街头三楼悬，拢好平悬，啊两边无起厝较无力，哦，啊造成安尼就好悬了，就拢袂趁钱，吼、哦。啊，尾后我个建议讲，第一点就是讲两边所在安一个镜，安处处将好平，这个悬的这个问题，甲调过来两边。吼、哦，调过来量平变，互量平变有力，互迄个感觉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咱大门甲拆掉，吼、哦。大门拆掉了，即马拄啊，伊即马咱即马民国113年拄啊，行着高温的迄个温嘛，吼、哦。啊，高温我即马赶快甲改做新山以上，吼、哦。新山以上，咱伫个闲工爱心来讲拄啊，双星道向，吼、哦。啊，双星道向。伊头前拄啊有路，啊，佮有水，啊，对面佮一个山，有山了有岸，吼、哦，啊，山了有岸了，拄啊下迄个桥，啊，伊佮雨水来，吼、哦，雨水来，所以我有甲开中门，啊，内底门，伊原来讲要伫个，原来嘛开中门，伊按算要做中门吼、哦，啊，但是我甲拔挂，会无适合，你开中门了，雨边牙雨牙头啊，愈明显愈。啊，愈严重啊，所以迄阵无甲改，就讲我那伫个啊，两门照开，吼、哦、啊，就是中门、大门、外大门开，中门改新山一条，吼、哦、啊，再来两边甲做一条啊，做悬比虎平即个诶徛起较悬安尼吼，伊三楼悬，咱头做三楼半诶悬度，算讲甲划过，吼、哦、划过迄个个虎牙头很像，吼、哦、啊，中啊即个两边再搁做一寡水。哦，水好咧流安尼吼，啊，用安尼做了，伊就感觉讲，目前即马开始已经有较顺啊，吼、嗯，诶、哦，算着用咱的法，就讲你遮无好诶，遮拢甲撬开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用咱依法师所传的法，咱来用，吼、哦，安尼拢会当平安吼、哦。啊，伊内底原来伊的茶去放伫伊迄个山壁的地方啊，吼、哦，山壁的地方迄个所在就是。茶青啦，啊，所以你茶放喺遐，你可以向个料茶啊，放喺遐要料愈紧啦，哦，啊，尾后我记讲迄个所在，哦，茶甲摕开吼，刷位，哦，啊，后壁凉平所在放机械，啊，好平就放啊物件，哦，安尼甲调整了，啊，目前就较顺吼，就一直咧恢复过来安尼吼，这是一个案例啦，吼，就是讲咱天地不高吼，你无话好做。安那做，咱就做袂起来。足骨力的啊，迄一家伙啊，正拍拼啊，啊都，但是都袂趁钱，就袂趁钱啊。所以努力吼、哦，有时候不一定有用吼、哦。找对方向，找对方法才有用。是。啊、哦，爱了解咱的易经，了解咱的风水，了解了咱来做啥，咱就较袂失败。啊、哦，这是一个案例啦。嗯、哦、嗯。啊，所以这个大门啦，不管是外大门、哪内大门，一定爱施工的要同源啦吼。对，嘿，对。嗯嗯。啊，过来就讲，咱的门内底吼，咱用迄个文光手杆扭起来。咱做生意的时候，一定用杆啦，吼。咱一般咱用材甲本啦，叫做伊迄个伊的大门的迄个两迄个门的位置是用杆。哦，啊，官都拢拄到遐一挂是非的官事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种拢唔对啊，哦，尾后我甲改，大门改做财甲本，吼、哦，啊，财甲本了，咱做代志较顺啦。哦，一般事开始嘛，咱那公务人员、公家机关，咱才会使用官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徛家咱用财甲本，哦，这种拢上基本啊，足重要的，吼、哦，有当无定个有较足深的，但是基本咱也要用起来用吼。哦咱就足平安啊！吼、哦，这是一个案例。啊，佮另外一个案例就讲，伫个阮国宝三坎家吼。嘿。同款嘛是天地不高的厝，伊个厝是迄个坐北向南，吼、哦，坐北向南，任山边向，啊，任兼主，吼、哦，迄原来厝是一个三合院啦。三合院的厝，爱人监主，啊要重建，啊叫我去甲看。啊人监主，迄阵咱甲看，这嘛是天地不高啊。结果伊讲，啊，较早都
有人伫遐吊头自杀，吼，啊，一个囡仔都会食毒啊，吼，会吸毒啊，所以拢袂平安啊。啊，叫我去甲看，啊，我也看完，迄阵咱巴音来讲，咱若改做魁山丁向、桂山丁向，双星道向的头前，安尼平平平样，佮三个沟仔水，三条水水进来，啊，对面佮一个岸，都下桥啊。哦，我就甲改做任山，啊，改做迄个桂山丁向，吼、哦。啊，桂山丁向原来伊好边佮有一栋厝，哎，即、這个老头佮人佮唔敢拆掉。吼、哦，唔敢拆掉，就是讲啊，这厝还阁遮健康，遮顶阔阔，用唔敢拆掉啊。吼，啊唔敢拆掉，你的路就变剩一寡囝，吼、哦，路变足细条个啊。啊，迄阵我一日甲坚持讲，你这一定要拆掉。啊，拆掉你的厝起较西平了，或两平，哦，变路出来，哦，路大条。哦，啊，伊个坐北向南，伫个北运来讲啊，啊，伊是。后壁凉水来，吼，啊凉水来，咱开伫个东北边遐，做大门，啊门啊水先落入来，嗯，啊拄下迄个虎臂生辉迄个局，吼，啊所以改了伊就足平安的啊，吼，真趣味，伊有三个后生吼，改了吼，迄个无外久后生就结婚啊，吼，啊佫一个第三后生就我那生囝都。哦，所以啊入厝，啊个啊结婚，啊个生囝都三喜临门。哦，所以对咱的话，就信心哎，安尼个改了，也平安，也顺事啊。哦，啊个原来迄个无好叫人家改过了，车尾入嘛就顺的，哦，当然顺的，啊是伊嘛对咱足感谢。所以，有当时嘛爱甲坚持讲好的，嘛爱甲坚持讲一定要照那样。哦，无照那样，我不爱甲你看吼。是，嘛甲坚持啊。啊！只要我讲，安尼甲坚持咧用，啊，伊就平安啊！哦，所以迄嘛啊，一个案例讲，咱有时间有信任咱去甲看啊，咱会坚持讲爱安尼用，哦，结果伊嘛甲咱配合，伊那个迄个效果算袂歹，哦，这嘛是一个案例啦，吼。是是是。啊，过来啊，过一个案例吼，这就是嘛是阮的学员。啊！伊住伫个日南啊，大家我日南这边嘛，伊个厝是坐北向南，吼、哦、啊！坐北向南，伊个厝顶会漏水，吼、哦、会漏水啊，查无原因，吼、哦、诶、欸、啊！结尾啊，查起来有两个所在咧漏水，啊，一个是甲凉平隔壁这个啊，这个的问题，吼、哦、漏水啊，啊漏水啊，结果迄年是坐北向南嘛。啊，三刷刷白，啊，要修做咩喏？吼、哦，啊，咱哪做团结的话，侬隔壁要修理，咱无道理爱跟人配合吧？嗯嗯。哦，爱跟人配合，咱就伫伊要动工的所在，遐咱放一桶大桶水，吼、哦，水较大桶，甲放一桶点在遮吼。咱斗甲因斗中嘛。咱斗，咱家己斗。哦哦。伊也是烧粘壁嘛，连续壁啊烧粘壁嘛，爱隔壁伊要动，伊要。要电动站要站，啊，咱这边咱放一个水，大桶水甲放下，伊安那站这水吼，会将迄种沙，嘿，这水会当迄个沙甲化掉去安尼，吼，啊，所以伊就照这個方式，哎、欸，咱甲计放水了，哎、欸，伊就感觉哎嘛无代志嘛平安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是哪做，甲咱团里足侪方法讲，啊，拄到沙时咱安那处理，吼、哦，啊，拄到这个。该拢改时，咱爱去改；啊，拄着衰时，安怎处理？吼，啊，有当时讲啊，配合补挂啊，比方伊楼顶啊，搁一个衰，搁咧漏水啊，啊，漏水有水啊，水坑唔知对到底对一个水坑咧漏水，哦，啊，就甲补挂。我补讲啊，那个西北边迄个所在有条水坑会漏水吼，啊，有遐去改就对啊。嗯嗯。啊，结果真正伊遐去找，啊，真正找到迄个漏水的所在，吼。啊，就为啊改掉，啊，就解决啦吼。所以咱读易经有足侪好处，讲，咱唔免阁规间厝淡仔弄壁，弄甲规拢弄了了，才知影讲去找问题。咱干呐博过知影讲，啊，这水路倒位啊未通，吼，啊倒位啊未通，拄只无好，咱为啊甲处理安着对啊。是是。吼，拄仔你有讲到讲。隔壁要动啦吼，啊，咱就沙方嘛。嘿，对。啊，你讲这桶水放伫咱厝内底嘛？嘿。啊，大桶超爱偌大桶？哦，暗光啦。
暗光水安尼吼，用暗光啊，伊个因为伊有迄个咧弄壁有一个冲击力嘛，迄种迄个游离电的迄种电磁波是足强的。嗯，啊，所以咱伫个一桶水大暗光的水甲放喺遮，伊咧冲的时，迄个水会将迄个震动的音波吼，迄个游离电甲吸收掉，是，咱兜就平安啊。啊，水嘛莫看挂，莫那边看挂，嘿，看挂，按着会吸收那个冲击波。啊，安尼就。还得当化煞啦，化煞的。嗯嗯嗯，搁请教，拄啊，你有讲到迄间厝吼，伊尾啊，你家己收凉水来嘛，对，吼，西北边开凉水来。那我要请教啊，咱外埔吼，北边到大安溪，啊，南边到大甲溪嘛，啊，拢是东边的水来啦。对，咱外埔吼，足侪田的呢，拢是田区田区啦。是，像啊，这个厝啦，起落去。是爱看大安溪的水啊，是讲咱的厝的厝卡，即拢有迄，咱拢产的拢有水沟啊、田沟啊，哎，啊，这两方面的其实啊，搁爱注意，要安怎来注意？当然师傅开始啦吼，咱来，因为咱西边所在中央山脉的水流倒落来，拢为东边流到西边嘛。是。哦，啊，咱台湾来讲，一般拢北边拢有风沙嘛。啊，所以讲，从开始即句话，南方有雨，北方有沙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来当去坐北向南是上好啦。啊，坐北向南，你寒天人，你热天人，华南南风吹来，咱有在。吼、哦，啊，你向南来讲，一般中央山脉水来，拢食凉水嘛。啊，凉水拢食会到啊。吼，远较近安尼嘛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若向南来讲，咱后壁有。关起来来讲，后壁有咱做后壁，啊，甚至你灶卡阁有起一间起，也挡风沙，所以一般坐北向南是较平安啦，啊，较平安。啊，但像我遮，我都无法度，因为阮啊祖先留予咱就是这个地，啊，我咪要去向南，我头前无路，是，哦，啊，要阁做一条路，一直变上歪，啊，所以我就去向北，啊，啊，我遮好处就讲，头前用迄个门。砸掉啊！开侧门，哦，去挡风沙，哦，啊，安尼就变雨水来，啊，雨水来，咱凉西，我隔壁工厂凉西嘛，哦，啊，佮大门遐，佮做一挂种树啊、树啊栽，拢是咧背这个雨水，哦，凉西长吐出来，啊，背雨水入来，哦，安尼雨水入来了，安尼啊，咱嘛会平安啦，哦，即个风沙挡掉，同款咱嘛要分好食呢，哦，这就是讲风沙中。有时候就因时制宜，因地制宜，哦。啊，当然，如果咱来讲有法度去点着火，哦，还得要需要迄个功力啦，哦。咱来讲有火，哦，迄度发几啊代啊，吼。所以咧开始么，一代花明堂嘛，二代谢嘛，啊，三代龙生，四代脉嘛。哦，咱若有法度讲啊，去着火，搁伫良脉，搁良心，食着所在，哦，这都哦万年不退啊。哦，就像咱大家嘛，大家嘛，遐就两条蛇脉嘛。哦，啊蛇脉底下一条底下，咱外埔这条脉一直落，啊，细到遐一条蛇安尼，细到遐，计啊，搁一个铁山山遐一条脉，啊，落放脉，啊嘛放到遐，拄好大家嘛坐所在遐，啊交汇，哦，遐就结迄个所在。所以大家嘛，往几百年往袂退啊。嗯。哦，伊就有迄个伊福报，迄个条件，哦。啊，咱人，咱若我都讲啊，去有一个一点仔点仔血来讲，哇，咱迄个足不得了啊！哦，啊，其他咱一般咱福报无够，咱就讲啊，咱以咱的所学的易经甲风水的道理，咱莫去起到迄个天地不交的方位，哦。天地若相交，就是风地位；啊，天地不交，就气食位。嗯，哦，这个足简单嘞，但是足侪人唔知无了解，就分唔到，啊，分唔到就别平安。哦，所以我嘛，我来讲啊，咱全省各地的朋友吼，咱四国咱的分析道场吼，拢有咧开班，有咧教易经吼，咱会使转来遮来接这个法，甲接转吼，啊，互咱兜保平安。啊，诶，一个方式，这足好用的。啊，袂讲足困难，打打学吼，一定学着物件，啊，学着心安，学着平安。是是 ，OK。是，就是啊，早起呀吼，
师傅安尼啊，带咱讲安尼各地啊吼，啊嘛即个户外教学啦，啊嘛到咱遮来啦吼。啊，你有即个带师傅出去讲啊，看厝顶看风水，会当甲大家来做分享的。哦 ，OK。即中间咱九二大地震了吼，咱南投地区足济啊，好好倒去，也是讲社区倒去足济安尼吼。啊，迄当阵咱师傅就发大愿讲，啊，伊拢要免费去讲。共勘察去共看厝场吼，啊去共做调整安尼。啊，当然拄啊，我读第四届都有参加咱的爱心团，吼，啊，着师傅若要去，着车开着，着缀你去安尼吼。啊，即中间足侪有诶学校，咱甲看，较早学生若出着足侪状元学生，哦，叫成就学生，即个学校一定有地理，吼，有迄有迄是坐好迄，啊有着虎虎穴，吼。有了这地理了，才有得出这个状元学生安尼吼。所以迄中间若有教师咧讲要调整的这个校，即卖伊升学率拢足悬的，吼，还是讲伊教学拢足悬的，吼。啊，其中有一个社区，我感觉就是啊，真成功的案例，就是迄个涉水社区。伊伫南投吼，一个社区啊，这个社区。九一地当时又嘛得较足严重诶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社区伊边啊诶四国连登拢山，四面环山，就一个莲花穴地理啊，迄、那个地理，啊，内底佫服侍一个迄个地爷公吼，啊，现顶上着这个庙啊，吼，啊，遐应该有地理，所以迄个庙无倒，吼、哦，啊，师傅迄阵就开始咧户外教学，咱就。开始拢免去搞服务，我嘛对去看，吼、哦，啊，着，哦，师足厉害，一工用一二十间个厝吼，拢甲定向啊，吼，拢甲定向安尼吼。哎，我通对师去看，哦，啊，师就是讲，哇，这山脉安怎来，去安怎走，吼、哦，去安怎走，吼、哦，啊，佮一个山坪内底，有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去咧走出来有迄个光纤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光纤，迄、那个。那土肉繼續光的，繼續金骨的，吼、哦，啊，繼續光，那是起咧走的所在，啊，所以就甲定哦，这个所在起得爱，厝得爱起伫个这个起接到起的所在，光纤接到所在，这安尼吼，安尼来定向。我迄阵师傅身体真好，伊顶暗尾下暗咧用跳的吼、哦，我看师傅一跳，我嘛对咧跳咧安尼，哦，迄师傅迄阵啊一走一行走，身体足好安尼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对师傅学足侪，就讲啊，伊咧。看地理，哦，伊刚刚讲，啊，这命安怎走，吼，去安怎来，吼，啊，爱定什么向，啊，对面有啥物暗山，吼，有啥物暗山，啊，咱爱徛啥物向，啊，个落去牛了了，就当咱的师傅这个，咱的三年九印，吼，先讲爱心来定向，啊，过来配合咱的，啊，咱的先天八卦，吼，只爱来定向，吼，啊，来定向了。啊，所以安尼定下了，遐个社区地基足平安嘞。啊，所以我后壁我去甲看吼，伊重建了，因个社区要重建中间，逐个月拢咧开会，有当一个月开二三十届会安尼吼。啊，刷了，这个社区即卖变足进步个，内底无看到一支电火条，因个线拢地下化，啊，逐间个厝拢如画。哦，啊，所以入去遐。我不要说啊，我也不要躲。哦，啊，去躲了，干嘛？哦，这个峡谷那个很祥和，一股气哈、哦，那个很清凉的气，很舒服。哦，啊，所以迄个所在拢有人去啊，啊，民宿，哦，啊嘛有人去啊做迄、那个，啊，做，比方说阿萨姆的红茶，做 DIY， 我、哦、啊去啊煮做啊咧煮饭红茶，变一个啊社区的深度旅游一个。很好的示范点，啊，啊，这个店，甲九月之前是天壤之别，即马去甲看，就敢那一个人间的迄个净土同款，吼，所以每一个社区，那当透过咱来易经甲风水，咱拢甲做如何了，这个社区就是一个净土，吼，一个和谐的社区，吼。所以我也看了，哦，才感觉讲老祖的慈悲吼，啊，咱的师父的慈悲，老祖的伟大吼，伊将每一个社区
每一个点一直甲建设起来吼，啊，拢互人会当平安，互人如何？啊，即卖遐人即卖大家嘛安居乐业啊，大家生活嘛足好个呀，经济嘛真好啊，啊，种种逐项拢一直带动起来，吼、哦。所以即个讲，易经是一个优生学，咱个风水也是优生学。咱若照即个优生学即个方式来做，一定互咱家庭平安，咱个社会会落好海。哦，过来，咱的国家会太平，会平安哦。所以了解法，才知讲这个法，这个法是真实不虚啦。哦，是五千年来，老祖宗这个法传落了，一个宝，哈、哦，啊，让咱咱们家有一个合适的机会，会当照这个法，让咱平安。是是，感谢你，甲咱做遮好诶分享。感谢英福讲师，甲咱做遮好诶分享吼，咱诶。徛家咱居住的所在社区，也是咱家，也是公司共厂，咱拢依照即个风水学如法，咱家就是净土。这是英福法师拄啊，甲咱分享足好诶吼，咱拢会用住伫净土面顶哦。王禅妙地修万法，老祖慈悲度群贤，王禅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，已经普传伫世间。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，所以咱爱敬赞王禅老祖天威，王禅老祖上界善王，慈悲悯世，公务恪守定力。足感谢严福讲师，感谢你做遮好的分享，也希望讲大家拢是住伫风水的净土吼。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。祝福大家法喜充满，无量寿妙智性，王禅老祖。